嗱，到咗而家咧，我真係有諗住破呢個健力士世界大全噶。嗯，聽聞講咧，62歲就 OK 噶啦。啊嚇，聽聞講呀，又唔知係咪啊？62歲 OK， 咁我希望咧健康到62歲啊，咁就就做呢場 show 咯啊。啊 ，OK 啊，體力就 OK 噶，啊，如果即係唔係跳得緊要啊，唔係跳嘅話咧嚇，一場 show 咧好難我唔到嘅，仲有咩嘉賓？哦，定咗都未定，未曾正式定，我諗一兩個禮拜啦，就會。即係知道有乜嘢嘉賓啊？慶祝父親節啦！當然啦，做完 show 之後，佢哋會安排噶啦嚇，呢啲嘢就唔使我擔心嘅啊，佢哋會安排噶啦。啊，嗱，咁樣而家我初時咯。都係希望開一場先嘅，因為嘅疫情嘅緣故咧，就唔知點樣啊嘛，如果能夠加長嘅話，即係咧生意唔影響啦，咁啊加長咯，冇所謂噶，加長又 OK， 唔加長亦都 OK 嘅，